Chatting in a coffee shop, sitting by the windowsill, walking down 8th Avenue with you. Our fingers touching the light, you pull back blushing delight. Call me when you get home. 我应该买这双呢，还是我买这双？ OK, thank you, thank you. Meet me under Columbus Circle.哟，大家早安！啊，现在很累啊，现在是早上7:30，然后我就赖床赖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现在差不多要起床了。Anyway, 今天呢，我又要来拍 vlog， 然后。呀，因为今天下午呢就被邀请去了一间新开张的咖啡厅，这个咖啡厅呢今天是 for private event， 就是要被邀请去的，所以我就打算今天我就来拍一支 a day with me 的 vlog 呀。我现在就先去刷牙，然后去准备一下，准备啊我就要出门了。我现在躺在床，越躺越想睡。OK， 现在不要睡了，我真的要起床了。给你们看一下，还有阳光哎。Hello， 大家，今天呢，我就来到了一间在邦萨的 bakery cafe 这样子了，它是叫 Lisa。Lisette Bakery and Cafe， 它是一间英式的咖啡厅。我今天就来这里跟我的朋友还有我的小助理，我们就来讨论一些工作的东西，顺便吃一个早餐。那我现在就大概带你们去看一下这一家邦萨的咖啡厅呢，它是长什么样子。那个蛋好像你呵护你的 girlfriend 这样子。哦，没有哎。搂下去好了，有啊。哇！我最爱鸡蛋，我每一天早上都要吃鸡蛋的。哎，上面这个是什么？这个很多人不喜欢吃的这个。香菜，这是香菜哎，你喜欢吗？喜欢的就叫香菜，不喜欢的就叫臭菜。你没喜欢？啊？不喜欢。完美的鸡蛋。OK， 现在是12:30，然后等下的那个 Arabica 的 opening 是在2:00，所以我现在就要出发去 Pavilion。Arabica 呢是一间咖啡厅，然后它是来自日本 Kyoto 的一间咖啡厅，它在马来西亚是开第一间分店，就是在 Pavilion。听说它里面的设计是真的很漂亮，就整个 design 是非常有设计感那种。其实之前我朋友叫我去的时候，我就有 try to Google 去 search 他们的那个 Arabica 整个 interior design， 可是就我一直看不到照片。他们就是要等今天，就是这个算是一个 private event 的时候，才正式来去 expose 读他们的整个 interior design 是长什么样子的。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我去看国外的 Arabica 的 store 都是很美、很白、很干净，他们的 design 都是非常的，可以讲是很 outstanding 呀。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吧，等下就带你们去看一下马来西亚的 Arabica 咖啡
厅是长什么样子的。OK， 我现在到了 Pavilion， 然后我换了一套衣服，啊，这样穿真是舒服很多，然后就现在很轻松自在。跟我的助理，我们两个人现在要，因为那个 Arabica 的 event 呢是2点开始，所以现在才1点多，我们就去走走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买这样子。OK， 我现在来到了 Arabica， 就在我的身后。可是就蛮多人的，也很吵，不知道你们听到我说话吗？我已经点了咖啡，还有我的小助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咖啡来，已经咖啡瘾还没有来，我已经很 hyper 了，因为看到这个地方还真的蛮美的。很美耶，你看它上面，它的那个 design 就是满满的一包一包的咖啡豆。这个 tray 好像是木鸡的，我之前有买。终于可以喝到我的咖啡，好喝好喝，可是它不是那种很难递的味道哎，它算是比较。它虽然有点蛮差的味道哎，它是比较 light 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要买这一双呢，还是要买这一双？这双比较美呢，还是这双？我比较美，那是肯定的。5年前就想要买了，然后一直不舍得买。5年后终于存到了600多块。耶，我终于存到了。一年存100块。所以呢，最终你们觉得我应该要买这双呢，还是我买这双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bye.呀，你们猜我买了哪里一双？这牌子也是好漂亮，可是好贵，可是很美啊！就每次看了我就会，有要赚钱的动力。可爱。潮。只要是你戴的都很潮。我没有那个意思啊。这个灰色的很美，看，这个是灰色的，然后我这个，我自己的是 silver color， 我觉得灰色的还蛮百搭。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家了，然后。我就刚刚冲了一个凉，我只是冲我的身体而已。我现在就touch up 一下 makeup， 等下晚上我就也是有另外一个 private 的 event， 然后今天的 event 呢会是在 Dodo Bay。Dodo Bay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有听过 Dodo Bay， 它是一家就是我看2年前吧在 KL 开的一家培训。因为等下还要去 event 嘛，所以我就没有卸妆，我就冲身体，然后就大概 touch up 一下我的 makeup， 我会用这样子的 spray 啊， spray 我就觉得整个比较 refreshing， 我就会补一点点的那个黑眼圈这边，补妆啊就补一点点，有吗？过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用到这个神器，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哎。这是来自 Becca 的一个 highlighter， 然后哎，看我黑眼圈还是很深吧 ，anyway 没有关系。它是这样子水状的，你就我是会这样子点在这里，然后我就点一点，然后我就擦在我想要 highlight 的地方，
这个真的很好用哎，这个是之前PR gift， 这个其实是一个 PR gift 来的，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用啊。它的那个 highlighter 是很自然的那一种，我就会放在我想要打亮的地方，比如说嘴唇这里呀、啊，然后鼻子中间啊，然后这里一点点，就不要放太多了，因为它还蛮明显的。可是它是它的那个 highlighter 不是那一种金粉的亮，它是那种让你的脸看起来整个就是那种有光泽感 glossy glossy 的那种感觉呀。这一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香水，它是 Miss Dior 的，它是这样子滚轮的，这个是我之前在日本买的，我就一直不舍得用，也是买了很多年，有三四年，有吧，有三四年吧，然后我都还没有用完。OK，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晚上的 outfit， 我就穿了一件小背心，然后外面就是搭了这个一个小外套，这一整套呢都是从 Zara 买的，然后就还是带了一个 headband， 因为我很懒惰洗头，所以呢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我现在要出门去 Dodo 的 private event， 我们出发吧。OK， 这个是我不懂第二次晚上来 Dodo Bay， 然后我现在要进去 Dodo Bay。OK， Dodo 晚上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自己本身觉得是蛮臭一个地方啦，就跟早上很不一样。如果你们以后要来的话，你们也是可以来。他们在做着我们的晚餐。哇，这个是豆豆的沙瓦多，然后上面那个是什么鸡根啊？好像是里面有鸡根 curry。OK， 你有听到吗？我不会解释。总之它那个 sauce 有鸡根，有 curry 呀、yeah ，这个是他们的 best seller。这个是螃蟹吗？这个是螃蟹，螃蟹应该是叫螃蟹 croton， 好好吃。啊，这个啊，鸡皮，这个是鸡皮。Hello guys， 我现在已经回到我的家了，然后其实我已经穿好凉了，我现在就在卸妆。我觉得呢，今天晚上其实我还蛮 enjoy 跟我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所以就每次跟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可能不太好意思的拍 vlog， 就觉得有时候就自己拍 vlog 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刷到来那种感觉，可能就很难 focus 在活在当下这样子。跟朋友他们一起，有时候一起聚餐啊，哦，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还要在那里拍 vlog 这样子，会很拍摄吧。所以今天晚上也没有拍到太多的画面，但就今天的整个 private event 的体会还蛮爽的呀。OK， 我已经擦好的保养品了，今天呢就到此结束，拜拜，晚安了。